行政院农委会在公布121人上小地列参与名单，其中屏东县原是强固神山合作社，因为长期考试做到神山执行第六，在对126个单位含共人线当中，本人线到在屏东县神山地列的块目。那产销履历的话，就比如说我今天有做施肥料，或是说我今天有砍苗。农业方面，从详细将明年农场的工作内容，等在同农粮产品上售履历资讯内通行，像个田间管理、菜蔬包装出货也都有做唔得变化。因为生产履历制度，确实做得本消费者同生产端取得双向的联系。来自于哪一个农场，来自于哪个包装厂，上面都有讯息，所以他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络，所以他有可以双向互动，还蛮方便的。原本单纯抢用资本记录，自从转型为数位化等在过后，不但方便去全国放历史数据，还可因为生产履历的溯源功能，也让多人日本方面从各有条件去争取外销订单。那现在贸易商他就会比较安心，就是说，好，我今天出了凤梨，会知道这个凤梨在包装厂哪个包装厂包，那我的凤梨是跟哪个农民买的。同农忙之余，凤梅从不敢麻烦建立起每一种作物的生长叶子，虽然一个工作看起来更麻烦，不过一切的努力如何为了本身受自信过透明，受非常过安心，既然因为安来得到农委会评选为今年是团验证主的三首立立参演。下个新闻，陈文林屏东报道。